好，拜拜。肚子怎么那么痛啊？我家刚刚闯入 SOS。什么鬼？观音，这里藏在哪里？怎么观音玉坠？我根本就没有观音。你说林姐姐的观音玉坠？那是我的，你藏在哪里？我已经交给我同事，他没有在我家。不要再骗我！在对面房子看见那个老头。把玉坠交到你手上，我已经杀死了两个奸人，我早该杀死你一个。哎呀！小杨，你们是吧？他是坏人